哎，华哥，我想跟你请教一下哈、哦，像我们的舞台的话，一般都是用在户外。你都知道，户外的舞台，它要求这个舞台板的防水性能要做得非常好。那我想问一下，我们的舞台板它是到底是怎么样达到这个防水性能的呢？因为我们的舞台板采用的是那个三安胶水，那么我们那个用这个三安胶水，它的耐热性和耐水性都是非常强的。像我们这个舞台板，它的耐热性啊，它在废水里面煮五个小时，它不会开裂。哦，原来能煮五个小时。对、哦，还有那个耐水性，我们在那个水里面浸泡30个小时，它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、哦。在冷水里面浸泡30个小时。对，浸泡30个小时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。明白，非常感谢你的专业讲解。那我们的舞台板能做到这样的防水性能，完全是可以满足我们户外演出的这个要求。好，谢谢你。